6月20日，有媒体报道在上海偶遇张翰跟朋友聚餐的画面，期间陪同的一名熟女却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，张翰跟熟女两人一路上并没有亲密动作，但该女方却一直陪伴在张翰左右，似乎两人关系匪浅。对此，粉丝晒出张翰互动路透，力证该女子与张翰多次一同出行，系其工作室工作人员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